各位好，我们现在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叫做潘良华。咱秘书长有时啊，甲我介绍讲我副主席哈，拢下午煮饭食个时来食哈，副主席。有时啊，佫介绍我号做总局长。所以有啊，伫遮出去个学员吼，有时啊打电话互我，向讲副，啊佫想讲局长啦，煞变我煞变副局长，嘿，无要紧，安怎称呼拢无要紧，啊，八卦得啊，哈。啊，那么我原来算原住民，我是高屏地区的边埔族，叫做马卡道族，哈。啊，马卡道真侪人唔知啊，这是谢长廷做高雄市市长的时，为着纪念阮的祖先，啊，所以有开一条路，伫迄个纵贯线的铁路的边啊，叫做马卡道路。啊，要记这个马卡道路，我甲你讲，你连咪都记会开啊。迄平交道平行嘛，哈，叫做马卡道路。啊，你也记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哈，啊，回家来弄的吧，哈，保护谁，哈，好，安尼你应该会记的，哈。啊，我这姓是素姓，哈，我拢听讲，并无做拢马洪讲。翻吼，所翻啊，所以无紧啊。其实翻就是因清朝人对咱台湾本土的人的称呼。所谓伊讲咱翻，就是讲咱是外国人。哦，因为那外国的拢叫做翻嘛。因清朝的你讲外国，无论你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荷兰人，因拢讲迄。番吼，迄番啊国家，洋人吼，有个红门番吼，迄种荷兰人就讲红门番，对吧？像我曾经有一个，给我无几岁，伊虽然头毛都安尼小红红，啊，拢那叫红门国的吼，伊就是有套着荷兰人的血统。啊，其实咱平地只的平埔族，拢讲叫做苏番，吼啊，苏番嘛有。十足哦，吼！啊，这明仔有机会，我再来甲各位介绍了哈。啊，咱今仔先来进入主题，吼！当然我那欢迎大家吼来做欢啦，因为咱85%的人，你内底的血吼啊抽开，有85%至93%是咱平埔族还是高沙族的基因。好，上大声啊！这我先讲了哈，平埔族就伫这西海岸这边，即个黄浅黄色，即个拢种平埔族。你为宜兰这边甲看，即有一个克马兰族，哈啊，台北地区即有和这凯达格兰族，哈，所以阿扁啊做流亡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甲迄个一条接收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哈。就是咧纪念这个凯达格兰族，来，啊，过来，这个咱这个桃竹苗这个地区叫做道卡斯族，哈，托卡斯，哈，啊，过来，中部就较济啊，有三个族伫遮，有一个叫做巴寨，哈，啊，一个帕普拉，好，啊，个，这个马布萨，啊，一个帕普拉，哈，啊，遮个。拢伫即个台中、彰化，吼，也是我庙了这边我那有吼。啊，那么来到嘉义、云林遮，就叫做洪雅族，哈。啊，过来上大族的，就是台南地区或者西拉雅族、西拉雅，哈。好，好来高屏地区，这个较尾也较有诶啦，哈。啊，所以这篇资料内底也无哈，我个著名伫遮马卡道族，哈。OK。啊，其实这个粉红色的这个都拢高山族较济，但是东海岸这边尾啊，伫清朝尾吼，有真侪咱平埔族的移民过东部这边，
迄阵有足侪登山古道啦，哈。啊，你来看，那咱爬坡族有一个特征，就是你的手，你甲弯开，你才会有一条，迄、那个折痕，哈。你应该看，那有诶，哦，爬面你是爬坡族诶，哈。啊，你那都较寒冷吼，肩较硬硬，迄个无。好，啊，过来你的脚尖头啊，上尾啊肌吼，你那有迄个必损的吼，迄个那是，吼，迄种真典型的边坡族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皮肤像我安尼，白无白人遐白，啊乌无乌人遐乌，差不多像我这行，差不多拄啊超黑大安尼吼，超黑大色的吼。啊，我高温色安尼吼，啊，咱先爱捌咱到底是虾米人，你较袂去认出做老爸啊，吼、哦。我即马做者咱本土的台湾人，边埔做个还是高山做个，走去摸中华民国因所谓汉人的大腿，吼、哦，还热脸贴汉人的冷屁股，结果伊拢甲咱当作山顶的国民来甲咱款待，吼、哦。来，咱来讨论讲是安怎？我会摕中华，咱会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这就是伫1952年日华台北合约吼，日华台北合约是伫旧金山合约伫1952年4月28日生效迄天，伫美国的要求之下，爱日本政府。跟中华民国的流氓政府来签这个日华台北合约，签了，哦，伫8月7日较生效，吼，过，啊，过尾3个月以后较生效，吼。啊，你注意哦，伊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内底第10条，伊讲所谓中华民国国民，包括，哦，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以及前属以前的属地家的住民，哦，在你台湾甲平和家的住民，现在会讲一个，以及包括前属以前的在你家，就是咧讲咱本土台湾人，哦，当然恁摕着本来就流亡来遮遐中国人，因本来就是中国籍的，哦，啊，佮包括前属居住在台湾跟澎湖的。居民哈，住民，你这里讲咱家哈，咱就是为迄、那个，伊是甲咱讲视同，甲咱家人本土台湾人视同中华民国国民，好，为康用安尼伊这个身份证，用中华民国这个身份证，互咱去领，好，啊，咱从为啊开始，等于就是摕着中华民国的国籍，好，咱有中华民国国籍有。文字记载，从位置开始，好。但是台湾人是安怎会变作无国籍？啊，这趣味哦！你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变中华民国国民，啊，但是伫1972年，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了后，这个台北合约本来跟中华民国签这个台北合约算失效的。啊，其他位咱都无这个法源依据，吼、哦，所以咱台湾人都为迄个所在无国籍去，吼、哦。OK， 那么咱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啥物所在呢？吼、哦，啊，这个国籍要安怎恢复？其实咱原底，我请问各位。那美国人娶美国人的女孩子所生的囝是对一国的人，美国人健康嘛吼、哦。啊，德国人娶德国人的女孩子生的囝什么国籍？德国嘛吼、哦。啊，真奇怪呢，我爸爸妈妈日本时代因有读过日本的公学校。啊，生着我，我煞变中国人。
较早有一句话讲，到去必来。吼，因为日本人，咱台湾人迄阵有迄个管了较严，起码几摆拢会讲迄日本狗。吼，但是迄狗作中会过界呢，吼，甲咱台湾国家真好势。啊，一个十九年来迄批中国人，吼，来来遮呢吼。尤其二二八事件，伫1946和1947年发生的事，吼、哦，甲咱的台湾精英3万的，这日本政府开50年所训练的精英，拢有计划甲屠杀掉、哦。啊，所以迄个屠杀了台湾人，变加一句话叫做“闪耀的换闪晒”。吼、哦，日本人作严的吼，哦、听了日本警察，哦，警察大人，哦，迄作有威严的，真侪人会惊。迄算也算尊敬，也算惊。我所以有时迄阵咧骗伊来讲，搁哭，我叫警察大人来，吼、哦，迄囡仔就袂哭啊，吼、哦，做有危险的，哈、哦。啊，结果你看，因来日本人，伊遐严是为着咱台湾好，吼、哦，甲咱的卫生环境，吼、哦，甲咱的一挂制度拢建立啊足好势，有火政制度，有地政制度。大清来迄阵，甲咱管212年，无甲咱建立火政制度，也无迄个地政制度，吼、哦。上含慢的就是讲，连一个纵贯线，无论公路也好，啊铁路也好，大清甲咱管212年，无在条甲咱纵贯线连接落好势。日本人来，吼、哦，无外久就纵贯线铺桥造路。为北甲南拢，互你会通交通往来，哈、哦。啊，所以台湾人算有够衰的对吧？哈、哦，创了这个安尼，闪耀嘛，闪晒。啊，我拄仔讲，那伊日本人甲讲日本狗，嘿，啊，我爸爸妈妈是日本人，吼、哦、啊，狗含狗，啊，才会生这个中国猪出来。恁有感觉奇怪？恁今仔嘛是从中国摕中国猪的这个，吼、哦，这个身份的吼、哦，因为恁拢咱拢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哈、哦，啊，咱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是日本人，啊，那伊生的就中国人出来哈、哦，啊，这就是其实咱的潜在国籍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吼、哦，只是因为咱大日本帝国吼、哦、天皇战败。好、哦，投降了，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哦。好，啊，咱台湾由日本政府给咱放弃，哈、哦，以及放弃管辖治理权呢，哈、哦。啊，所以咱台湾的国籍，潜在国籍要个是大日本帝国国籍，哈、哦。只是暂时为着管理方便，暂时美国麦克阿瑟用伊的一般命令第一号。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甲咱管，哈、哦。好，啊，咱若要恢复大日本帝国国籍，咱来依照琉球返还模式，哈、哦。琉球当初在1969年，迄个时阵已经建牢，哈、哦，已经要20年啊，哈、哦，啊，差不多24年啊。迄阵日本的经济已经好起来，日本政府也较有钱啊，吼、哦，伊就去跟美国政府协商，讲要求讲，那么我个赔你偌济钱，吼、哦，你较要甲琉球还予我日本，啊、哦，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吼、哦，迄是差不多40年前，吼、哦，所以日本政府甲这条钱，吼、哦，交出来了，因就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依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1972年，美国的尼克森政府把琉球还给日本政府，哈、哦。但是这个条约内底，有要求讲，美国还阁会当带日本这个琉球设立伊的空军基地，哈、哦，甲伊的多伊的军事基地，哈、哦。所以安尼了，遐琉球人就恢复日本国籍。那么台湾会当依照这个模式。以后，咱要求咱的日本的母国来跟美国来协商，看爱去赔偌钱的钱，予美国政府，美国可要予咱回归日本哈。
当然，咱若回归了，咱就阁恢复大日本帝国的国籍，但是限定你爱有摕到咱台湾政府所发吼，诶，即个美国军政府吼委托咱台湾民政府所发的即个台湾政府身份证吼，即个 ID 卡你爱有啊吼。好来，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后壁个国家因拢是属地主义，哦，只要你伫伊个国土内底所生落来个囡仔，拢拢迄个国家个国籍。哦，譬如讲美国，你无论伫伊个国土内底生，还是伫伊个飞行机顶，还是伫伊个船顶所生个囡仔，拢总自然就摕到美国个国籍。哦，啊，这是就是有这个属地主义，所以因中国人知影有美国有这个好康个空啊旁，所以因若有心。真济人都拢想办法要去美国，吼，用观光的名义也好，啊是去遐留学的名义，啊是吼去遐方聘请去啊，吼啊都有诶逾期居留，吼啊等囝生来，吼啊较好，即卖妈妈有遐都会用掠着着遣送等，但是迄个囡仔美国籍，吼，啊所以你看。李焕仁的祖囝叫李清安，伊一个大巴肚，伊就想尽办法，吼，把伊个囡仔伫美国甲生落来，吼。因中国人知影讲，即块土地因唔知收会掉收袂掉，啊，中国人硬要来摕，可能因爱个倒人爱个倒一届，所以因就留后咯，吼，拢想办法要摕加拿大、美国还是澳洲、欧洲这国家的护照，吼，就是咧摕因留后步，吼。啊，过来属人主义，吼、哦，咱亚洲这边受到中国的思想的影响，啊、哦，所以大部分拢是属人主义。只要你是中国人，无论搬去到对，搬去到新加坡，搬去到印尼，搬去到美国的旧金山，还是纽约，所生来，伊拢讲号做华人，啊、哦，还是讲伊拢中国人，啊，所以。因拢无要融入当地的社会，所以因拢家己有一个区域叫做 China Town 唐人街，啊，造成因干那多啊趁钱吼。比如讲，像那印尼的排华，就是你中国人移民去到印尼，吼，啊，因中国人较干巧，印尼的人拢跟咱同款，拢是南岛语系的，啊，较古意、较单纯，骗术吼，伊个骗术三千年来都拢咧骗啦吼。你都要在中国这个社会生存，你都爱骗赢人，啊，无你都三 P P， 你落底下来钱拢骗了了，哈、哦。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骗，还有一亿在训练，哈、哦。而且因中国家己足自以为傲的，哈、哦。比如讲，因的《孙子兵法》，还是孔明的三十六计，就是拢在骗嘛，好、哦，因为用骗术嘛，骗赢伊就赢嘛。啊，所以这个歹的文化影响到因中国人，即个华人，所以因去到当地，比如印尼，哦，中国人就做个骗，做个趁钱的，趁的，伊就甲即个钱，拢要阁摕当伊的故乡，买去起大厝，买光宗耀祖，哈、哦，啊，所以伫这个情况下，拢无回馈当地，无融入当地社会，所以乎印尼人。当地人拢足气的，讲你干那来遮搞啊，像即卖中国观光客来同款，来到台湾钱无通好咱赚着，拢生鸡卵无放鸡屎一堆，因为因一条龙即卖中国来开，卖叫开放遮，互因来观光遮，拢低团费，吼啊无就是讲因一条龙就是。伊中国人甲台湾的饭店买开，游览车公司也买开，吼、哦，啊，伊卖欧米亚个遐，啊，拢专因家己的人，所以拢来到遮闹钱赚，嘛真中国人去赚倒转去，吼、哦，啊，咱拄啊赚着西酒，吼、哦，啊，赚着分晒，吼、哦，所以这个属人主义卖就是卖哩安尼，吼、哦。好，过来咱来看讲，到底咱台湾人的血统是安怎？有一句话讲，有唐山公，无唐山妈。
其实唔是安尼，吼、哦。那登山讲有，啊无登山嘛，这个无登山嘛，这个是对的啦，吼、哦。因为当初因中国人嘛，因满清遐人买来台湾，吼、哦，大部分拢查甫的嘛，因为迄阵你还准备要出国较困难，吼、哦。但是有登山讲，嘛有咱本土的。咱的台湾阿公啊，那也敢若讲，敢若有当怎讲呢？意思敢若讲，咱这查甫的父系拢中国满清遐来，唔对哈、啊。其实咱台湾呢，这个是并不作是拢母系社会，妈妈上大，妈妈咧掌家政大权，包括财务，哈、哦，迄阵拢叫做招翁，是妈妈主动的。咱咧讲牵手，是。女性去牵查甫的手，倒来做翁呢？伊个招来做翁，或者招翁嘛，吼、哦。啊，咱拢误会呢。这个母性社会，伊做有权威哦。你这个翁呐，表现无好哦，吼、哦，那卡蛮趁钱，吼、哦，表现无好。等你出去做工过，你是要出去，伊会使把你的物件款款的包啊，款款的，搁草球啊，滚滚，把你下到门口。啊、你这翁回来，你看你的物件从收来，伫门口你就知影讲，你被羞辱了，你就爱骂咧，爱走去别个，吼、哦，啊，哪有可能讲，这个高高在上的女权主义的迄个母系社会，会看到迄罗汉卡，因为会为登山、为中国、为满洲、满清那边啊，走来台湾，大部分拢是，真侪拢是通缉犯。底下生存袂落去啊！啊，就底下骗输人吼、喔，要走过来才骗的，或者罗汉卡，哦、喔，迄罗汉卡是就是单身汉，无某无搞无厝，哈、喔，是足低贱的。啊，比如讲，你着生啊，真正足缘投的，哈、喔。啊，有诶，咱诶母系诶，这个妈妈吼，啊，着嫁伊较惨死哈。喔无钱无要紧，老娘有钱嘛！吼、哦，你来做我翁啦，牵顿来做翁，做翁吼，迄、哦、有可能，但迄足少的。吼、哦，因为你无钱，穿甲足歹看，还拢破破烂烂。咱的母系社会妈妈啊，是小姐袂去介意着，着即款登山工哈。所以登山工足少的哈，毋是无啦，非常非常少。安怎少来？咱来看，登山工来台湾，十个内底。六个爱死的，台湾海峡这乌水沟，六四三楼一回头，三个楼落来，其中一个看歹练，就搁选断去。但是这三个楼落来，敢会活？哦，咱来以牡丹社事件做咧。哦，牡丹社这事件就是因为琉球的渔民发生船难，吼、哦、啊，伫台东的这个海边啊遐搁浅啊，为啊。爬起来，迄个南台湾社的这个原住民吼，因为误会，六十几个内底，大概剩十二个，吼啊，这十二个，迄个恒春保利遐的，哎，的人甲和尚来到凤山府城，吼啊，尾啊报大清，啊，甲遣送等于琉球，大日本帝国吼，唔是，迄阵日本国，哦，迄个真受气。就伊外交部发电文，甲大清抗议。大清甲回答讲：“啊，迄毋是我管辖的迄所在啦，吼。就是讲，迄是化外之地，毋是我大清的版图内底，吼。啊，即嘛日本就佫发文讲，安尼我要起兵要来攻打遮个，要来教训遮个原住民。大清佫回讲。”啊！迄化外之地，非我管辖之地，哈，非我版图，法与不法，好，都你要去甲处罚唔处罚，迄是在你，哦，跟我无关系。大清嘛，日本就掠到这个鱼病，哈，因为佮唔是你的，安尼就我起兵要来甲处罚人，要甲讨伐。啊！迄阵拄啊，日本咧明治维新无偌久，哈，拄啊有派一挂。军事人员去制定学一挂陆战的迄个战争法则哈，啊，拄好会当摕这个所在来起兵，啊，无拢无实战经验，
哦，真正就起兵三千几个，就为这个迄阵车城咧下了啊，登陆起来。哦，啊，当然日本的武器较好啊，但是咱的高沙原住民做啊游击战的啊，虽然敢那有弓箭、有长矛，啊，佮有迄个单发的猎枪。哦，啊，日本当然是正规军有步枪、有迄个山炮，但是嘛，战甲真忝呢。我拍三工，佮甲迄个石门古战场迄个隘口佮退落来，我佮攻入去佮内底。但是迄攻迄三工吼，日本嘛头壳摸咧烧，啊，因为因拢暗时啊突袭吼，啊神出鬼没，吼啊所以日本嘛死伤，迄个战役死伤三十几个哈，结果我那开不几个月。卡加这些高沙原住民，差不多拢赶入去山内，吼，伊咧砖头拢要拍来，拢个放火烧掉，所以原住民就拢搁走入去较深山内底。但是战况也在讲是焦灼啦，那个高沙的原住民嘛，就不止搁热来甲骚扰，啊，所以伊就底下驻军唔敢走，啊嘛唔敢搁上内底入去内底，因为内底因大陆久，敢那破病死的。到要撤退时，差不多死六百几个，真正有战死的无，差不多无超过五六十个，啊破病死的五六百个，是啥物原因？就许蚊虫叮，许蛇咬，吼，敢若蚊仔叮着着登革热啊，吼，啊伊还有张力之气，水土不服，有诶着落屎啊，吼，着可能啦，着啥物痢疾遮病着着啊，啊破病死的，吼五六百个。啊，所以日本尾啊正式依据《马关条约》来占领台湾了，就开始把台湾的卫生做甲足好些，因为知影讲马哥用一个热带疫病研究所专门咧研究台湾的这疫病吼，因为知影讲这热带病吼对日本人来讲因无抗体，吼啊，所以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又帮个顶无解掉啊。啊！因定了都剥夺率都化脓都问题一堆啊！好啊，所以你看这三个敢要留会条？我上过头一个啦，哦，所以十个来差不多一个登山工活下来尔啦。啊，这都要搁改引导，改许个咱的母系社会女孩子看你做翁呢，吼、哦。所以咱较早咱这母女孩子吼，恁、哦。建立这个时代吼，讲好也好哈，讲歹就无像较早遐有权威哈。好，啊，过来，咱本土台湾阿公嘛，从外吼，都像咱即卖少年的拢哈美、哈日、哈韩、哈韩，上早期吼，台湾人吼，那差不多五十年前，那读大学的这咱查甫的吼，来台大，去美国吼，就是要去美国。镀金，哈、哦，啊，过来，另外十几年前的哈日，因为日本的物件做了优秀，搁耐用，哈、哦，日本的电器用品也好，伊拢做比美国较好，美国较早什么 RCA， 哦，什么真理智这些工具拢有日本的 Sony、Panasonic， 哦，国际牌子他拍牌，哦，啊，还日剧哈，哦嘛，刘仁家哈，啊，这几年啊，哇。咱咧销韩剧哈，啊销三星的这个手机啊，好不哈？啊，这从外你主人你也想要学外国的语言，哈？啊，所以咱咧真侪，你若强势文化入来，哦，像当初日本人来，哦，咱就学一句，咱的爸爸妈妈因由于读公校，因的同学会哈，大家拢嘛互相自己咧讲来讲去。都无咧讲台语，有啦，有只系插挂哈。但是大部分因拢作怀念日本时代哈，日本的老师。OK， 清朝甲咱台湾人漫画哈，啊，所以咱就拢学满清伫只官员的语言，好，就包括福建话、哦福佬话、哦啊广东话，就是客家话哈。啊，所以有诶日本人来台湾了，开始建立。户口名簿的时，你若会晓讲闽南话，啊，若袂晓讲你原来的族语的，甲你写一个符，
你要注意哦，无代表你是福建人哦，只是你已经未记你原地你的祖母哦，因为你一直外族来统治遐侪年，200几年。你看200几年等于，到要11代啊！你若一二十年做一代，11代啊！你甲看咱即摆少年囡仔，中国国民党来60几年等于3代，咱的少年囡仔，即摆由于即摆幼稚园也是小学即只真济袂晓台语，拢敢若讲北京语尔。你看3代尔都台语也是客家语拢忘记了呢。哦，所以这有可能就是。你若写福还是写广的，唔是代表讲你就是福建来还是广东来哦。写广的就是讲你也要讲客语，但是你的你原地原住民的语言你不要讲嘅哈。啊，哪个你写熟哈，你就是要个也要讲你的族语的哈。比如我马卡道族的语言，还是西拉雅族的语言，还是克马兰族的语言，你若要伊个写熟，表示你是熟番。啊！你若完全拢，那说那个高山，你拢袂晓，拢袂晓头拄讲的湖广者啊，给你写生哦，你着生番哦，分变变番个分色个较青嘞吼。哦，啊，我这高分色个哈，包括一个咧树冠、树绳，好、哦，树绳好哩，个树竹破好哩，哦，全国生番。就是因为阮祖先拢住伫溪边、河边，因为要洗物件、洗身躯较方便嘛。我清朝官员来就问伊个水总、地方官，啊，这是拢洗啥？无啦，因这原住民拢无洗呢。哦，啊，种素洗好玩，讲住伫水边个番。哦，啊，袂歹，这个学问袂歹，因为有水，而且佫有田，田顶悬佫发米。哦。啊，佫漂漂咯，哦，一撇，哦，啊，这个无代表讲，阮这个姓潘，含即马中国迄边的姓潘有血缘关系没有？通通没有。我有看到阮的族谱，写到阮阿祖起的没有？讲啊，佫起的就是为中国福建来，靠腰，迄回抽嘞吼，含中国迄边的姓潘拢无血缘关系，哦。所以中国人甲咱骗，为着要甲咱汉化，要甲咱满化，哈、哦，满清化嘛，哦，叫咱在留辫子，啊，穿长袍马褂，啊，讲伊那边的话语，哦，这种咧甲咱等于满化了哈、哦。所以你莫笑，就是讲，伊符合你的族谱，你就是真正遐来，包括陈水扁去中国，要看伊的祖先的祖源为对来。黑龙江，好，啊，是你车中人去吹黑龙江，派人去吹啊，啊，叫你去吹，拢吹无啦，好。日本时代嘛，甲咱台湾人皇民化，你看迄阵来，1937年开始皇民化，就叫咱爱学日本语，吼、哦。你若要讲日本语，或者国语家庭，吼、哦，爱着配给，吼、哦，啊，是这个福利就较好，吼、哦。啊，叫咱爱穿目镜。啊，连续穿和服，吼、哦，啊，连续食沙子面，吼、哦、，OK， 迄就是拢皇民化，吼、哦。你看，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哪有去读日本国校？大家拢嘛日记写写叫，吼、哦。可惜干那50年俩，伤短，吼、哦，无继续来讲到即马，咱大家即马咧讲的拢讲日本国，吼、哦，都唔是即马咧讲的北京话，各位卷舌。后来，那战败国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了咱台湾人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来，咱来看，战败国荷兰，这大兴，你捌台湾吼？伫安平这个所在，哦，因建立热遮兰城，啊，结果这个明郑王朝吼，这个典型公。就来攻打这个安平哈、哦，啊，迄阵伫安平的荷兰人卡差不多2500个，好、哦，结果郑成功要甲拍袂落，伫遐围城，
我要规半年，为家内底真正无物件食，只好爱导航。啊，民政伊带我的兵马来，差不多2500个，嘛25000个，无5000个，差不多人个10倍哦，吼、哦。你看10倍兵力，啊，攻迄个啥，攻半年攻袂落来，搁在城门外口建安局布条啊，因安那伊爱开始。包围伊外口有通个种稻啊，通个食啊，但是城内无通个食，当然半年后物件食了就爱投降啊。哦，所以荷兰算光荣的战败，所以离开台湾。所以荷兰人2000几个买会留偌济基因在台湾少哈、啊。好，郑成功甲拍败，但是这郑氏王朝以后代称，哦，迄、那个诗人。叛变哈啊，引清兵来打，所以郑成功打败了，台无死的只拢总掠掠嘞，阮就准定等于大清，伊不爱阁留一挂你只叛将哈，阁大台湾以后要阁作乱，一个集结哈，集结台湾人哈，所以另外郑成功这25000个。台死以了后，村的拢总搁甲迁徙等于完成，甚至过一段时间，搁甲民政王朝遐个高官的墓，拢甲挖挖开，甲骨头拢收收起来。啊，台湾人戆戆落去问讲：，哦啊，唔是待好些好些，你奈要搁甲挖个？哦，这拢大清的住民，这拢去平下来，这个骨头一段时间了，拢爱捡就红啊。捡骨，甲送返伊原来诶祖基地，安尼才会当庇荫伊诶子孙。哦，台湾人就恶改啊，戆台湾人恶改。哦，即捡骨会当庇荫子孙。结果你甲想，以大清诶眼光来看，遮人拢叛将诶骨头，他有可能讲遐好心甲恶返去？迄个到台湾遐个半路遐，就甲等落海里啊！啊，戆台湾人就为啊！学着讲啊，要捡骨，会当保佑子孙，其实无影吼。讲咧看日，那我看那无地动，无风台，拢好忍的。啊嘿，你看日人拢讲，爱看伊的时间，迄间好闲，迄间拢好忍。那早时啊一摊，啊，伊就讲啊，下早时啊唔是好忍，爱下晡，伊下晡无工课嘛。那早时啊用人应你啊，哦，迄我咧看是拢无影。好啊！大清帝国向日本拍败对吧？换大日本帝国入来，大清帝国的人，日本政府要靠国际法的修养，吼、哦，伊有给因两年，吼、哦，马关条约内底下有两年的许可期，吼、哦，你若要留落来，我做我日本人，吼、哦，诶，臣民，我日本人管，你会当留啦。啊，若无两年来，你爱甲你的家产变卖，抓出来，吼、哦。看你要回去大清也好，还是要移民其他国家。但是大日本帝国，煞向美国拍败，肯定来援助大拍败。迄个时阵，你注意看，大清帝国向日本拍败，大部分人拢要留落来在台湾，干那一部分要回去中国，啊，无等于个满清。但是迄阵呢，清国人差不多。8000几个人呢，但是迄个时阵，咱原住民包括高山啊、甲平地、平埔族的，咱迄阵290几万，到尾300万，啊，因大清包括的所有外国人，差不多8000几个人，吼、哦，啊，迄个8000几个内底有差不多93%以上拢是算大清的人啦，吼、哦。当然，了两年有一部分转去，了要搁走转来，吼、哦。你讲那个动作一般，拢总全国人去啊，卖讲有其他英国的领事啦，还是遐个商办遐个吼，遐个人，拢总迄个动作一般，拢总是全国人。你讲像1:300万，迄因的中国迄个满清的基因足少的嘛，吼、哦、好。啊，过来，大日本帝国向美国拍败了。迄阵日本派30几万的军共到台湾，伫台湾，互咧统治咱台湾。结果马龙向
伫战后，迄个遣送等于日本迄四大岛，哦，所以日本的基因嘛留无侪落来。为电管家你甲看，拢无留偌侪基因落来，吼、哦。啊，所以咱台湾人的基因还阁算足纯的，85%以上，咱的基因是85%至93%拢是咱本土哦，南岛语系的基因。OK， 哦，所以你莫认差做老爸讲，啊，你若唔相信？你开10,000块，去往台北马街病院，你嘛，你医师，伊专门咧研究咱台湾人的 DNA 吼，即基因，你要抽看卖。咱有一个例，就是这个，伫台南有一个历史学者，叫做李晓峰教授，伊自细汉就听讲，伊是乌印度啊，因为伊细汉安尼，原来乌先。啊，他们个安尼 QQ 啊，我看了，敢那乌印度啊，那我伊就足好奇的，哦啊，前几年啊，因为 DNA 技术已经较普遍啊，较俗啊，只要开10,000块，你就会用检伊的 DNA， 结果检出来底，伊真正有印度人血统，啊，伊落查的结果，就是荷兰人迄阵来占台湾的时，伫安平遐，因为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我讲了这东印度公司，咱唔是许荷兰国管呢？咱迄个时阵，台湾的安平吼、哦，台南地区竟然是许一间公司咧，甲咱管，叫做东印度公司啊，荷兰东印度公司，吼、哦，好啊，因为这個公司是爱赚钱，吼、哦，荷兰人主要来台湾就是要做生意，第落皮吼销，哦、较寒冷的这个，吼、哦、日本的这个较。维度较悬，即个俄罗斯国家，也是一部分因，即个荷兰嘛是足冷的所在，吼，所以拢爱穿皮衫嘛，吼。好，啊，过来，即、這个，讲到底，我煞袂记，我啉一个茶。即个荷兰人来台湾要赚钱，搁一个足。重要就是爱种甘蔗，因为蔗糖迄阵算哦，大家爱食诶。啊糖，拄啊咱台湾这个纬度吼，足适合来种这蔗糖。所以甘蔗要种爱开高，甚至爱背土，看要甘蔗枝条，它也帮伊。所以拢爱用着迄个受力，就是爱有牛嘛。啊，咱台湾牛迄阵呢速度慢，啊，佫拢还有水。啊！你若到冬天旱季吼，迄牛个无水拢开破病，不耐旱对。啊，所以荷兰人为印度引进黄牛，就是赤牛吼，人讲赤牛啊。所以台南县外遐有啥物牛戏吼、哦？啊，结果你要运只个牛来，爱有印度人来管只个黄牛，坐船做伙来到遮，爱佫继续饲，一直繁殖。结果就是，这个李晓峰教授因这个祖，那个祖妈嘛吼，算为嫁到这个印度人就对啊，安尼生团了团了，哦，所以今嘛安尼查伊才了解啊，原来伊嘛有不只有平埔族的基因，嘛有印度人的基因哈、哦。好，啊，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成本。今嘛那足侪拢安尼做甲乌索索，啊，这是日本政府足定金的哦。你是对一族，哈、啊，你是属啥物款的？胡啦、广啦，啊，你啊中国人就甲你写清哦，哈、啊，大清的这个清，迄正港迄8,000几个，吼、啊，迄个真正你是全国人，哈、啊，好，啊，你呐写苏还是省，反正就是本土的，哈、啊。啊！伊无让你知影，所以拢改做掉。我拢讲，啊，恁都拢有中国姓啊，所以拢汉人。安尼，咱拢共国的。哦，阮个来甲你光复啊！1945年10月2日，我、哦、迄、那个投降典礼甲你改讲，或者光复节，哈、哦。啊，这就是咧讲骗。伊68年来，就是拢用这个愚民教育，哈、哦，哦，拢教假荷兰。哦，拢是错误的历史，哈、哦。
咱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啊，拢错把中华民国当我国哈。啊，过来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那讲这句话的人，就差不多也在讲国民党教育成功啊，因为咱的基因85%至93%拢是本土的基因。啊，干那一叔叔啦，可能有透到其他国家的吼，有可能日本的，嘛有可能荷兰的，吼，啊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大清迄阵就逃落来，哎，拢一叔啦，结果你是认同迄一叔啦，讲你是汉人，你是中国人，吼，啊，这就真正是无把迄个85%至93%拢忽略，你干那你注意迄个10%下来，吼。我这就真正认错做老爸。咱伊陈文伦2008年迄阵马英九拄啊当选总统，伊陈文伦迄年来吼，你注意吼，迄阵马英九下令，中华民国国旗拢袂使出现吼，啊所以真侪民众摕中华民国国旗出来咧查，啊这个拢许警察抢落来收起来，有诶压制等日本做人。啊！咱台湾人，遐个戆台湾人，竟然摕中华民国旗啊，遐个顶，吼！你遐个示威，你遐呛声，讲咧捍卫中华民国，捍卫中华民国国旗，吼！等到因台北城内底咧举5000旗，中华民国这个建设咧甲保护，惊乎咱日军咧迄个抢旗啊落来放火烧，吼！啊，这你看，这到底是啥物情形啊？人因中华民国都无爱啊，咱煞无去甲伊车轮机收来，对等咧笨手人压压咧等笨手人，啊，咱煞咧甲天开咧捍卫吼，这就是错误的认知啊，甲认同。吼，啊，过来伦敦奥运会做咧吼，你看伦敦奥运会本来这个所在有挂着中华民国车轮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啊，伊准甲这机要关收起来吼。哦，啊！咱台湾人就计较，就搁去啊咧，用中华民国国旗搁带咧点，搁咧捍卫中华民国哈。过来，包括咱个电音三太子，这本来嘛足有台湾味的，嘛是用电音三太子搁啊带咧发中华民国车轮旗，我咧讲伊咧爱台湾哈。哦，这嘛是拢读个歹哈，错认为中华民国为我国。咱个国家是对一国，台湾毋是国家，咱叫做大日本国哈。只是咱这个大日本国暂时被悬置哈，是毋是哈？好，那么国家民族错误认同的始作俑者哈，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伫伊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所讲的，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啊，这作假来了呢！本来中华民国抓头抓尾拢无咱台湾的主权，吼、哦，从来无一个国际文件已经讲甲台湾割让还是移转予中华民国，拢无。但是咱台湾人计较，吼、哦，民进党计较，佮用这个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吼、哦。好不好？迄个画上等下做等于免钱过户予伊就对啊，无代价过户予伊。过来，蔡英文伫中华民国，伊是中华民国进前的前主席，伊伫2001年，伊咧选代表民进党选刘鹏中华民国总统，伫2001年的10月11日。伫高雄市的乐冈公园，迄演讲，吼、哦，伊讲啥呢？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哦，啊，这拄啊，同款，拢咧出卖台湾。哦，你甲台湾就是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哦，哦，这种作假来的呢？啊，这拢是民进党上观看、上观战的人呢。啊，那拢咧做这款代志，吼，出卖咱家己，吼。
人本来抓头抓尾拢无名，只是美国委托伊来代管尔。啊，抓咱家己自动奉送讲啊，这个拢你个啊，哦，拢无甲美国看在眼内。好，后来咱来改正咱的错误的言辞，一寡例啦吼。可能比如讲，咱拢常常讲外省人，外省人错误哈。即你若讲外省人，啊，咱煞变本省人，啊，煞变做中国的一省，对不对？哦，所以即错误，你若讲叫做中国人，吼，爱改做因拢中国人，因为台湾，我甲分讲，敢若两种人呢，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吼，就是你日本时代，即1945年8月15日迄天，只要迄阵迄天拄好日本天皇投降嘛，迄天中国军也袂来，外国人拢也袂来。迄个时阵啊，咱的阿祖阿公、咱的爸爸妈妈、吼阿妈，包括伊所生的咱只后代，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所以咱即个要邀请讲大家，若要请身份证，爱申请到日本时代户口成本就是安尼。吼，开张证明讲你是迄个时阵的本地的住伫遮，毋是买啊。1945年10月15日来，还是1949年年底来？哈，除了咱本土台湾人，剩的拢叫做外国人。哈，不管你是中国，还是英国，还是美国，哈，啊，你欧洲遐国家来，拢种外国人，爱弄国名。所以外国人，咱来甲称呼伊的国名。那中国人，你就甲叫做中国人，唔是外省人。哈，因为你叫外省人，咱煞变伊的一省。过来嘛，袂使讲专省哦，卖讲哦，专省药房拢有得卖，这句唔对哈。你若讲专省，就是咱是伊的一省啊。爱讲嘛，袂使讲全台全国，迄落全国哦，因为台湾唔是国家。你刚才讲讲全台湾拢有得卖哈，全台湾各服务处有咧服务哈。第三咧，哦，卖叫听讲讲爱讲迄边叫做大陆。哦，那卖因句讲的，你拢爱甲倒边讲啦，吼、哦，爱甲讲中国，吼、哦，因呐，大陆、世界有几个大陆啊？有欧洲大陆啊，澳洲大陆、北美洲大陆啊，南美洲大陆啊，吼、哦，你咧讲这個大陆是对一个大陆，吼、哦，你若讲伊大陆，哇，咱一个变小岛，啊，咱就又闭落啊，吼、哦，所以咱来讲迄边叫做中国，吼、哦，过来。讲省道，好，那讲省道，咱如果伊一省呀，好，咱来讲台一线，这是日本人设立的台湾第一条为南由北到南，或者台一线，好，啊，省道我看嘛无外省，因为呐，我若要开车嘛是爱加油啊，嘛是爱开钱啊，啊，唔是讲加水就会走啊，哈，好，所以莫讲省道，台一线，哈。过来，我、哦、讲偷渡客，哦，为中国来，拢掠着讲叫做偷渡客，迄非法入来到咱的境，吼、哦，领海，也是领土，迄拢是犯着咱的，吼、哦，国安的这个罪啊。哦，你偷渡入来，你我若掠无着，你唔知要入来搞破坏啥物件，迄拢偷渡犯呐、啊，吼、哦，拢爱叫做偷渡犯，你犯着阮的，咱这个。边防的这个法令，拢爱叫做偷渡犯，无叫偷渡客。好、哦，独独因中国伫遮咧掌权，那因迄边因的乡亲来，哦，拢讲东啊，这咱的人客，我讲叫偷渡客。好、哦，这语义上的唔对呀。好、哦，伫法律上来讲，既然偷渡就是犯罪，一定是偷渡犯。哈、哦。啊，咱来分析前个国务卿鲍威有讲，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哦，这是伊伫北京吼，伊2004年10月25日哈，前国务卿，这个国务卿，这个鲍威尔，这有到2003年指挥这个伊拉克战争这个哈，尾下做个国务卿哈，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吼、
啊，这以有所本呐、啊，哈，啊，因为咱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喏，以用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这境外国内就是讲，你美国人要来台湾嘛，是爱提护照才会当入来，哈、哦，好，啊，咱台湾人嘛爱提中华民国护照才会当去美国，哈、哦，所以啊，美国一个用的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咧管台湾，哦，所以我个合资讲境外的国内，哈，啊，美国对台湾因为有管辖治理权，哈，啊，即嘛暂时依据台湾关系法是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咧代管中，哈，啊，咱过来看，国家有一个认定的标准，是不是国家有这四个标准？哦，第一个爱有领土，哦，第二个爱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权。啊，咱即马来检讨台湾，这四样有无？台湾国家有领土，这块领土谁的？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吼、哦。啊，所以咱唔该讲咱这日属美战，吼、哦。过来来讲人口，台湾国家有人口，即马咱拢提拢有做。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好、哦，啊，潜在的国籍是大日本帝国臣民的国籍啊，好、哦、啊，所以台湾国嘛无人口啊，过来有啊，阮有政府啊，歹势，即马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嘛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好、哦，第四有啊，阮有外交权，阮有23个小朋友的国家，我拢会作势。弄个什么？像我迄鱼拢都歹读个，什么普林西比啊，密克罗尼西亚，什么哦啊，恁巴拉圭、乌拉圭，什么瓦格圭个，哦，巴拿马已经断交去啊，已经走过中国遐以外款。歹势，你甲伊个，含迄个23个国家个建交公报摕来看麦，顶管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跟人签的，唔是你台湾国外交部去跟人签的，吼、哦。所以这四样台湾国拢无，所以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吼、哦。台湾即马是暂时被占领一个土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还未完全解决的一个领土。哦、好，真侪人讲啊，咱拢拜关公、拜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哦。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这逻辑也通来，咱啊感觉，啊那安尼那拜关公的中国人，安尼那拜迄个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哦，那拜佛祖拢印度人，啊那信耶稣拢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好、哦，咱拢用汉字，所以拢是中国人。哎，韩国较早嘛用汉字呢，日本嘛用汉字啊，啊因还唔是中国人，哦，所以这逻辑未通。OK， 好啊，那安尼，美国人拢用英语，安尼美国人嘛拢英国人，啊菲律宾嘛用英语，伊拢美国人，好、哦，所以干那用这未通哈、哦。好啊，是安怎咱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好、哦，啊这咱用日本的琉球做的，日本伫1945年的4月初，这个。美国海军的尼米兹上将，伊是迄阵太平洋诶舰队总司令，哦，伊发动这个琉球群岛这个战争了哈、哦，所以伫差不多正过下头，甲琉球拍了，但是思想真沉重哈，真，因为迄阵日本人未晓要投降，因一心一意。认为讲呐，替天皇建设，哦，这是上光荣的，所以真侪人到尾啊，见到尾啊，吼，查甫拢跳悬来自杀，吼，啊，有诶，伫这个迄、那个珊瑚礁洞内底，吼，都拢引炸弹自杀，吼，所以死伤足惨重诶。啊，美国这个尼米兹海军上将去伫顶管了，就设立。那个海军军政府，哈，因为尼米兹上将以航空母舰老无人机，
哦，第五空军，哦，啊，伊本身的海军，啊，佮有海军陆战队，哦，你看，所以去了就设立海军军政府，了佮佮改交予陆军设立陆军军政府，好，佮袂演变个琉球群岛美国军政府，好，那么是安怎？下卡爱个设立琉球民政府，就是因为啦，因琉球人拢讲日语，爱因开车，伊很多路伫正边，所以是左去右回。包括咱即卖铁路还是高铁，咱要个是左去右回哦，这是日本时代就留落来这多哦。啊，但你看美国人开车，因很多路是倒边啊，因是右去左回啊。啊，最伫琉球不是嘛有一挂车祸纠纷。弄了到底，我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日语，都歹沟通啊！哦，啊，你要叫宪兵来，宪兵美国人嘛，不要讲，哦，就做麻烦了。所以一定要成立琉球当地民政府，哦，由亲美的，哦，因为原来美国也给你算较亲美，即日本的士绅来做一个琉球民政府，因嘛就家己的司法、立法、行政。毛这三权，互因家己定法律，家己的议会通过了，吼、哦，啊有行，还有行政部门的行政，但是这个文拢爱送哦，美国军政府来审查，那看无损害到美军的权益，就互你施行。但是美国拥有最高权力，伊若认为这一条咧施行了有损害到美国的利益，伊会当给你命令叫你迄条废止。好，啊，咱来介绍2006年抗美案这个简介哈。2006年十月日，咱林志祥秘书长吼，带228个咱本土台湾人去抗过美国，吼、哦。结果一直到2008年的3月18日，美国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哦。这个本土台湾人你要注意是。People of Taiwan， 不是 on Taiwan。Of Taiwan 就是属于这里的人，哈、哦。啊，那 on Taiwan 是只要你住伫顶管，台湾关系话就咧保护 on Taiwan。只要你住伫顶管，台湾偏好顶管这些人，美国拢甲你保护。台湾关系话是保护着中国人。啊，咱那旧金山会是讲着 People of Taiwan， 就敢那讲咱本土，日本时代就落来。团队这些人哈，这个爱分好清楚哈。啊，讲这是典范的判，讲咱要个一定上诉，所以咱得个上诉去到高典范的哈。啊，本土台湾人我都有讲过，就是1945年8月10日天皇投降迄天，要个带伫台湾这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包括伊团队这后代，拢是本土台湾人哈。过来，咱过去的到。高典范呢？哈，高典范呢？联邦法院伫2009年4月7日判决讲，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台湾人还阁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哈，即卖这个政府唔是咱的政府啦，哈，还阁国际上无几个小国家甲承认。哈，啊，台湾人生活伫政治联合当中，有个人不服气，讲哪有啊？我有车，吼、哦，啊有财产哈、哦，我过得足好个啊，那也是。但是你若以欧美客观水准的眼光来看，啊，你个即马看咱和马英九创安尼，敢无成？啊，讲了马英九，我讲个故事恁听。伊马英九，啊个白副总统，啊个江宜桦。因三个坐直升机去视察，啊！伫无人机顶，迄个江宜桦就讲：“哦，我积澳10万块，我澳个我弹落吼，哦，捡到迄人一定足欢喜。”啊！白副总统讲：“嗯，啊，我甲分做两个5000、5000，我弹落两个捡到，迄两个嘛足欢喜。”马英九讲：“啊，我拆做10张，甲压落，哦，迄10个捡到一定足欢喜。”迄、那个驾驶的飞行员讲，我讲，
你若要甲家己担落吼，2300万人拢足欢喜的。好、哦，你若用欧美的水准来看，咱台湾人即嘛，小可讲一个唔对的，开始拢也阁有较早尊重迄个惊吓，吼、哦。所以台湾人，那伫欧美来看，等于差不多咱即嘛咧看北韩，北韩因是毋是？等于关伫迄个较大诶监狱内底，对不对？阿扁也讲诶，伊住伫遐1.8张坪咯。阿扁也讲诶，我关较细间尔啦，恁拢关伫较大间安尼尔，吼、哦。所以安尼，你就会当体会讲，咱真正是住伫政治联姻当中，吼、哦。因为咱方骗，选举佫用制度甲咱，因为有东山啊，有公告人员遮个，伊用政策。甲这人买收，拢爱听伊的吼，伊算一个投票部队。咱的民主选举起跑点都无同款啦吼，等于100公尺，人伊伫50公尺起跑，啊，咱要他走赢吼，所以咱选举拢会算输嘛吼。好，过来到2009年7月7日，联邦最高法院咱个上诉吼，上诉去到最高法院，结果伊甲咱受理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本土台湾人头一届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战胜国，吼、哦，征服者美国，伊个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依照国际战争法、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甲美国宪法来提出告诉，吼、哦，啊，这是头一届哦，吼、哦，会当告到最高法院，吼、哦，这无简单，都干那地方法院，吼、哦，咱头一届告，美国甲咱收件。咱秘书长就甲阮讲，咱赢一半，啥物理由？伊讲都拢先卖判，咱真就赢一半。安怎讲？伊肯收件，代表讲美国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权，若有司法管辖权，其他的管辖权拢有啊。所以台湾是美国咧管的，无唔对。哦，这真正无简单。哦，尤其伊是用人权的角度去告美国，因为美国本身吼。哦因有一个国家免诉这个规定吼、哦，你要告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无遐简单吼、哦，尤其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竟然能告美国，吼、哦，好，过来无偌久，2009年8月7日啦，本案的被告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放弃抗辩权，哦，这。代志大条咧吼，这伫美国法律来讲，就是讲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就是咱这告美国这哈本土台湾人，伫对原告美国在原告哈对美国政府所有告诉之叙述，甲法律的见解拢总正确，国务院拢总确认哈，因为伊知影讲哪个继续看蛮多咧讲。攻防吼，伊做着国务院龌龊的一挂代志，会要咱秘书长甲掀开吼，啊，所以赶紧放轻抗辩权好，唔好去讲了，去讲了做着老鬼代志会出来吼。好，过来，隔无偌久就换10月7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咱毋是告白哦。是会使讲美国行政部门吼，白宫还是国务院，还未准备好势啊？吼，你若要最高法呢，提出来给你判吼，判了讲台湾了，可是你美国军事占领地，你爱依照战争法，依照旧金山合约爱来管台湾的事，美军头家莫来收呢，因为伊较早做地龌龊的代志，伊爱来收尾啊。占领地人未使做兵啊，你若叫。阮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拢去做兵，哦，这爱赔呢，吼、哦，做愈久赔愈济呢，做两年赔两年的薪水呢，做三年爱赔三年的薪水，吼、哦，所以伊就暂时甲你待审，哈、哦，搁置本案待审，哈、哦。啊，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4年来的一挂诸多刑事，哈、哦，不再抗辩，表示。全部确认，法院要求今后要依法正确行事，要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
咱爱回到旧金山合约这个历史原点，咱所有的解决台湾的问题，爱去这个48个国家所签署，啊，佮相当于因个国家的国会通过的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来找到咱台湾的出路，哈、哦。啊，这撰写旧金山合约条约这个，尾后这个国务卿的这个杜勒斯，有甲咱留这个逃生门，哈、哦。啊，这以后有机会再来讲哈。好，到2010年七月七日，经过协商哈，台湾民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来挂牌运作，哦，这真重要。尤其这个，你甲看这个日期介趣味，迄天拄啊，美国的国庆日，哈、哦。啊，你甲想讲，当初菲律宾在美国的协助之下，可以独立建国，嘛是七月开始。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跟美国国庆日是同天，哈、哦。本来菲律宾是美国的属地嘛，哈、哦。啊，但是你看菲律宾跟台湾同款，台湾哦，即嘛有台独，但是当初菲律宾美国咧管的是伊嘛有菲律宾的独派啊，或者简称菲独啊，哦，哎，伊不止。骚扰美军去拍美军，啊，美军就出部队去甲追剿。啊，菲律宾有4000几个岛，较大个岛有2000几个。啊，你只甲拍，伊就走过迄个岛，你过去捉遐，伊过走遐。哦，美国叫武甲安尼，头个摸咧小讲，你过我管10年，吼、哦，你10年吼、哦，我教你安怎自治，10年后互你独立，吼、哦。结果中间有2-3年是日本军去占领，啊，所以伫1946年的七月七日。美国协助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美国首先甲承认。好，来，过来，过个话位，哈，无两个话位，哇，9月7日，双方协调，伫美国华盛顿的 D.C. 特区啊，哈，世纪饭店举行庆祝酒会，哈，国务院，哈，国防部、国安部、司法部，哈，拢派人来参加，哈。啊，这是咱哦，这个9月8日底下所举办的酒会所翕的相片哈、哦。啊，你甲想，哎，9月7日个啥物日子？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伫旧金山签署的日子哈、哦。啊，生效是到过年的4月28日才生效哈、哦。你看，美国人咧安排这做有意思的呢哈，伊、哦、意思就是讲，恁爱倒来。找旧金山和平条约，哦，这确实保障台湾人，哦，照顾台湾人的这个条约，哈、哦，诶，位阶嘛上悬，哈、哦，过来，刚迄年，哈、哦，结果会10月7日，台湾民政府组建第一届国务院内阁，哈、哦，诶，成员，哈、哦，美国毛派人来管理，哈、哦，过来，咱就选出精英代表。有40个，哦，组建这个参议会，哈、哦。好，啊，咱即马这怎解做的哈？即马有69届，差不多3000个的学员啦，哈、哦。OK。过来，咱有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草案，送予台湾的参议院，哈、哦，啊，甲美国做合法本土台湾人民。诶，这个身份证、甲旅行证件的法源，咱咧发，我咧讲个身份证，吼、哦，咱台湾政府发的这个 ID 卡，这个是有法源的哈、哦，这唔是乌白做的，尤其咱这是送去美国，甲咱加晶片做起了，卡佫寄转来，互咱民政府来发出来的哈、哦。OK， 过来，咱伫2011年、前年12月20到23日，咱组织105个台湾民政府的内阁成员，去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去甲39100个台湾的英灵，去甲祭拜，哈、哦，啊，这着咱翕的一个纪念照。啊，你注意看，咱去只许哦，日本这个靖国神社，哦，这个靖国神社是日本的宫内厅咧管的，哈、哦，咱是以。等于国家的利益，直接甲咱对待，哈、哦。
伊这有内底有这个外电，内底有中电，过来上内底有一个内电。咱是一般的，那一般日本人因是伫外电哈，拍两个波啊，惊咧安德顺几百万呀。咱是要邀请你要到中电，做正式的这个祭拜仪式。啊，咱高沙族啊，这个原住民，佮底下跳健步哈，了。佮你比较上内底内顶，哦，迄种爱内阁，你不能内阁开两里面，吼、哦，咱你比较去甲祭拜，吼、啊，过来，第10月23，咱去到日本的皇居，吼、哦，皇居的，咱咧桌边迄有两个侨员迄个，吼、哦，迄个祝贺伊78岁诶圣诞，吼、哦。啊，皇居头一届同时出现日本旗甲台湾民政府旗啊、哦，你来看这个。过去几啊百年来，这个皇居，敢若出一种旗啊呢，就是日本的日丸旗，迄、那个红红的。结果迄天头一届咱的民政府旗哦，啊底下出现哦，这破纪录的哈、哦。啊，因为日本天皇，咱事先有寄一寡资料看，我伊甲知影讲。台湾也阁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吼、哦，所以呢，伊足欢喜咱去甲住宿的吼、哦。啊，你看天皇，你看安排咱这部队，等于会使讲是其他团体，咱是排上头前，因为咱的头前有差不多正百个是皇族因家己的人吼，甲、哦、迄尊皇派遐人吼，过、哦、来就咱啊。哦，咱算个足头前，我无想着讲我会徛伫天龙无几十公尺头前，吼、哦。而、啊、且因为这是真破天荒，吼、哦。OK。好，那么到底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未来要安怎？好、哦，你怎么看？陆海空军三军司令部将裁撤，这已经裁撤了，哈、哦。改做指挥部，怎么看呐？陆军指挥部。海军指挥部、空军指挥部，无像较早讲有空军总司令部，无啊，海军总司令部拢无啊。吼、哦，啊，即卖有21万5的兵力，到尾啊，拢要甲裁做甲剩12万。哇，这12万拄啊，跟日本自卫队，吼、哦，这个兵员差不多同款吼。好，啊，美国军政府来入来台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遮的人，爱刷登去金门马祖，因为金门马祖还阁是中华民国。诶，残余的领土，哈，啊，甚至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协商好啊，嘛会一部分送去伫这个福建的平潭岛，这个平潭岛是福建因中国福建省上大的离岛，哈，以前差不多20年前开始有足的中国人为平潭岛，迄阵台湾登好，哈。台湾钱因开发，因拢要来遮打工，哦，所以迄阵查甫作侪拢为遐坐船啊，渔船来到新竹的南寮渔港偷渡上岸，啊，无就去到屏东的这个枋寮，哦，南滨迄边东港遐登陆有无？哦，迄阵掠着拢总，迄阵拢总讲号做偷渡客，哦，啊，是在民政府了，哦，咱秘书长上过了，听听，那也是偷渡客。迄来遮拢犯法的，掠着拢来是偷渡犯啦，哈。好，啊，这是安怎？因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设这个平潭岛，因为伊会惊讲咱台湾民政府呐执政了，遐中国人拢爱遣送，遮难民拢爱甲遣送回国啊。啊，你遮拢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民啊，你爱概括承受啊。哦，你去既然甲中华民国打败啊，一切居民。无要你管走出来，但是迄嘛是要你个国家个人啊，你要收回去啊。好啊，收回去，哇！啊，即个人拢伫遮60几年啊，拢有美国个即个自由民主法治个思想。啊，若等于我中国迄20几个省满世界安尼，像迄种子安尼带团，拢要自由，拢要选举个啊！我共产党我连嘛倒来来集中看管，设一个像迄集中营平潭岛，拢来搞大家卖大。中国马世界去搞啊，宣传民主、自由、法治的精神哈、哦，所以平潭岛即马建设了足地厝哈。啊，是安那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
咱若听着讲哦，台独就是要战争啊啊，强要甲咱拍，错过哈哦，这是天大的误会哦哈、哦。中国抓头抓尾无台湾的所有权证哈，无、哦、台湾主权哈、哦，是啥要甲咱拍？是这个讲的哦，这个美国前副国务卿叫做佐利克哈，伊伫2006年香港的中民社。伊个电文内底讲个，即、這个佐利克是前美国的即个国务卿，伊伫美国个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个听证会个会顶员明确表示，互我来清楚个讲，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即做一个副国务卿吼，一级个美国个官员，遮尔率直。甲台独、甲战争直接挂钩，哈、哦，这是过去足罕见的，哈、哦。啊，过来一个讲，伊讲这是因为来和我甲话讲较白嘞，独立代表战争，这就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军、海军、空军甲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啊来等啊来拍台湾，我出动这部队要创啥？战争哈、哦，这是伊讲啊，代表战争。什么原因？因为台湾偏好这块土地，是我美军西上外的美国大兵，吼、哦，外的航空母舰，迄个日本的航空，把这个神风特工队弄沉落，外的飞行机，迄个恁拍灾落来，这些财产人民的损失，你拢阿要赔？即马暂时台湾，迄个我靠阿伫我手里。这个所有权证等于暂时许个抵押伫我手里，你无用钱来赎回去，哦，啊，你得要独立嘛？这个战争在你还袂行呢，哦，你都还记得我头拄讲琉球是开3亿2000万美金，等于日本政府把台湾啊，把琉球赎回去，赶快啊！你台湾这个战争在还袂行，吼、哦，你得要搞独立，要搞提议对白啊！啊，所以你也会记。台湾现在要两个头家在给我们掌控，一个拥有所有权证主权的大日本帝国天皇，第二个是债权人，是暂时握有台湾主权所有权状这个人，抵押品吼，抵押在手里，就敢那咱去给银行借钱，咱等于所有权证抵押在银行，这个叫做美国叫做债权人，但要有这两个头家啊。这个债权人，你不把钱还乎伊，伊哪要帮你刷？啊，你要为大日本帝国独立出来，你嘛爱问这个头家主人有所有权证，这个权利的大日本帝国天皇，你拢唔免问这两个，啊，你得要甲独立。所以美国反对你台湾什么统独公投，你拢无把这条小算清楚，你凭啥物要统独公投？所以台独代表战争，哈、哦，是美国要甲咱拍，唔是阿强啊要甲咱拍。好、哦、对，台湾袂使讲啦，吼、哦，我拄啊讲的哈。过、哦、来讲者，袂讲啦嘛，还佫有另外一个原因。你甲想，你若以2008年，甲2010年。中华民国刘邦总统大选，你甲当作统独公投，因为一个是等于独派谢长廷，一个是统派马英九。2012年，独派蔡英文甲统派马英九，转落到底，是毋是咱统独公投咱拢输？谢长廷伊个输了较忝，咱输200万票。那么小英哦，气势足好，三只小猪吼。哦安尼武甲，大家安尼气势足悬的，足稳赢的。结果咱嘛是要输80万票，这个80万票，搁是投票前半个月，咱秘书长伫遮，伫后壁这广场，迄天咱开这个忘年会，甲咱讲，讲美国的情报单位甲讲，小英会输80万票，哦，要求有够准的，较输者79万，唔了几千票。
咱秘书长嘛，迄阵要宣布，伊嘛淡淡的讲要求，啊，伊叫我讲，啊，这若讲着也毋对吼，啊，我民政府，当民政府都爱收收起来呢。叫伊讲完听，我嘛拢要半信半疑呢。结果2012年吼，旧年1月12日票开出来，大家拍案叫绝，后才准的，吼、哦。所以另外，因为美国伫台湾有布置2000几个工作人员伫这里收集情报，吼、哦，所以伊对台湾足了解，吼、哦。啊，所以你若想讲，那安尼公投咱输，吼，啊咱惨啊，美国。如果无甲恁动啦，吼，互咱公投，啊，真正安尼输去，安尼同派马英九，若要叫阿强啊，解放军来台湾，这合情合理合法呢？国际法可能会准呢？原来这恁台湾人的选择啊，阮美国号称民主自由的法治的国家，我嘛要遵守恁的选择啊。所以恁若派解放军来，美军甲日军拢。未叮当，未无法源，嘛无理由，无义务来甲你斗三工嘞，哈！所以足危险的哈！所以美国惊，先甲你打动啊，未使互你统独公投。所以啊，现在美国爱咱台湾民众训练4000个这个核心的人员哈，啊个合法41万份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第二。当初2003年，美国去拍伊拉克，把伊拉克占领了，吼，啊，把亲美这个伊拉克民政府，吼，把刷登去伊拉克，吼，伊即马伫华盛顿的东西，伫华盛顿特区嘛，有伊拉克民政府，就像咱即马同款，咱即马有一个台湾民政府挂牌伫美国华盛顿特区，伊把迄个民政府刷登去伊拉克，但是迄阵就是无。先救伊拉克，因爱训练人，所以入去搞得乱七八糟。吼、哦，所以美军还佫伫遐一直驻守到2012年12月较撤军，吼、哦、拖足久的。所以伊即个就是要求讲，咱来训练这4000个接收人员，哈、哦，读个爱清楚，哈、哦，爱有亲美思想，爱有顾着美国的利益。吼、哦，毋是干那过了咱台湾人利益，因为美国军政府吼、哦、是占领者，伊是伫高阶，咱比占领者那是上下位阶关系哈、哦。好，啊，过来是安怎爱41万份的身份证？你起码有爱有基本40几万人支持你这个台湾民政府你进步前咧讲这论述嘛？吼、哦，啊，这个身份证嘛，就是要美国人要要求讲。你甲台湾人、甲中国人用这个身份证切落开，因为你若本土台湾人，你开会当分类，顶完的迄个 class 分类是 TW 本土台湾人。啊，若中国人伊要来甲咱签，咱上加会当给伊身份证的编迄个分类是 C1，C 就是 Chinese 啊，中国人 ，E 就是 exiled 的流亡，就是难民。中国难民，因体的定义就是难民证哈。你先甲安尼分好清楚啊，敢若有 TW 这个身份的人，以后靠资格伫台湾民政府担任公务人员，嘛靠选举权哦，不能去比选举还是投票哈。啊，等于台湾的将来台湾要做啥，拢是咱本土台湾的决定，因中国人无投票权哈。你嘛袂使做老师、做公务人员哈。后来咱来看讲，美国军事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啊有啥物迹象？第一，咱来讲，伊是依据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因为足侪人拢讲，他有美军，他有咧占领台湾，我拢也无看到美军。但是你看，伊只有法令，嘛有一挂迹象，咱来看卖。哦，这个麦克阿瑟的这个命令是麦，这个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哦，在1945年8月17日，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哦，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对日本的这个受降典礼哈，在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也所发布命令，蒋介石
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湾的日本军的导航，把伊遐武器拢收缴起来，缴械哈。好，啊，你要注意个，用命令哈，因为现在蒋介石已只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那么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但是伊受命是监管迄个盟军最高统帅，或者杜鲁门，哈，这是总统说授权下来，哈，所以用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来占领台湾，哈，啊，这另外这是一个有法理的命令来，哈，因为这是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伊有权利分配盟军来代表伊来占什么所在，包括当时这个一号命令。命令伫东北，中国东北遐日本军，包括北纬38度以北北朝鲜、哦、北韩，向当时的苏联军的远东军区的总司令来导航。好、哦、啊，北纬16度以北，就迄阵的北越哈、哦，包括台湾甲平壤是向蒋介石的部队，注意，伊是讲蒋介石的部队。无讲到国名，哦，因为迄个时阵中国作乱嘛，拄啊秘书长有讲，有四个中国政府，哦，重庆政府、啊、哦、延安政府、南京政府、满洲政府，哈、哦。好，过来就是咱常咧讲的古金山和平条，哦，第二条 B 是讲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放弃啥物啊？干那管辖权呢？好、哦，并无甲主权放弃啊！好、哦，因为等于干那讲，你有一块地，哦，你有一家地，啊，我甲你租五年，啊，我付50万给你，一年拢10万嘛，哈、哦，啊，五年50万，我做一届付给你，咱大叔要签契约，好、哦，等于呢，迄天你钱收了，啊，你合约签好，等于为迄天开始，你甲你的。地上权放弃给我，但是无办过哦，对不对？迄所有权证要去你的嘛。只是这五年我带电话，我要种山、种金针、种荔枝，在我，你袂使搞干涉。但是五年后到，你若不爱做我，你就收回管辖权，哈、哦，就是地上权你去收回呀，哈、哦。OK， 讲这个意思，哈、哦。好，所以进台湾要个是。日本天皇的，哦，只是伊袂当去管台湾，因为许美国旧金山会甲限制住啊，哈、哦。好，啊，第的23条是确认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也这个新闻啊，包括日属台湾，哦，所以咱的头家是真正的，今目前咧管咱这个头家叫做美国，唔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这蒋介石，哈、哦，头拄讲的蒋介石。定义是美国，啊，咱用一个公司啊，无讲麦当劳。美国麦当劳总公司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管台湾的麦当劳的分公司，安尼有清楚无？当初是用派，好啊，即马较民主啊，吼、哦，有开放党，啊，政党吼，即马互恁用选的，后来啊，恁选一个新的总经理。叫做陈水扁，好、哦、啊！即马美国白宫就发一个贺电，甲你承认哦，你当选啊，甲你祝贺。安尼，迄个命令等于就是咧承认讲，啊，你会当做我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替我管台湾。OK， 你会记2004年，阿扁啊，第二届选3.19，伊要选连北岛拍一枪，有无？3.19枪击案发生，陈水扁敲电话吼。连战甲宋祖来讲，啊，发生这个代志，干要去算？连战甲宋祖讲，啊，搁等24点钟啊，我着要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啊！因稳掉因两个连宋和稳掉的嘛。我讲啊，继续算无要紧，我唔知开了输了蛮几票呢，0.228哦，足奇怪，看看迄个228事件，这0.228才吧。哦，佫是等于因的就对啊，0.28，
好、哦、啊，所以讲，伫安尼争啊，那也就足不服的吼、哦。啊，所以就占领凯道，好不好？嘛，占领这个中选会，不要打这个当选公告。啊，所以拖一礼拜，哦，迄阵台湾人人心浮动，你会记的吼？迄、哦、阵我嘛心足不安的，因为美国拢一直白宫拢无好电来，啊，所以阿扁也就委托。迄阵呢，美国在台协会这个理事主席夏新一个查某的吼，甲、哦、问讲，啊，那贺电拢阿袂搞，你唔敢问看卖？啊，这夏新真正就发电文问白宫，白宫甲讲，只要中华民国的中选会那甲迄当选的证书打起咧公告，我半点钟来电文就贺电就搞，有影？国民党嘛，美国迄边有因嘞，吼因嘞，这个外交人员吼渗透伫迄阵嘞，迄阵嘞会使讲外交人员拢是中国人啦，安尼讲较紧啦，伊嘛知影讲贺电要发出来啊，吼、哦，所以只要你打去，伊就要发出来，所以两边就伫这个中选会 QQ 六六吼，哪个不好打，你个就为要打呢？结果迄个打去了，就随风跳落来。但你打起那个瞬间，你连拍的卡面啦，啪啪啪啪就翕到啊！把这个传真去哦，美国白宫贺电半点钟来真正搞，迄、那个贺电一个搞，哪军咧知影讲大势已去吼，老头家吼，正港的头家已经答应讲承认讲，这个就是新的总经理啊，即马选出来这个新的总经理吼，来管台湾，所以就乱袂落来，都溃散了吼，都散掉了吼。你只看，什么人咧占领台湾？什么人是头家？啊，看会出来嘛？哈、哦，来，对日合约的拟定，爱看我在一个同盟国内协商。哈、哦，这是杜勒斯所主导，这个杜勒斯为了做个国务卿啊，这是迄阵美国聘任的特使。哈、哦，伊得爱好安尼，全世界遐同盟国去走去协商，讲旧金山合约的条文要安怎写，要安怎修改，好、哦，好、哦，大家会当欢喜。所以到1951年的9月7日，伫旧金山开会签署，啊、哦，结果在一个国家签署，但是上等于因的国家要经过因的国会通过，好、哦，结果敢那48个国家有通过哈、哦，其中有3个国家无签，好、哦，无意参加，就这样合约，就那个9月8日的签署日。但是三个国家无签，就是苏联、捷克、甲波兰。啊，迄阵捷克甲波兰是等于苏联的附庸国，苏联老大哥无签，因两个唔敢签。啊，迄阵中国，诶，有两个国家吼，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一个中华民国，因两个人嘛拢无签，因为到底是对一国要代表中国签，迄阵国际社会有意见。哦、所以尾啊，这两个国家拢无签，一直到旧金山合约过年1952年的4月28日先后，迄天卡伫美国的要求，甲主导之下，要求日本你爱跟中华民国签，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当初二次世界大战时是盟军嘛。哦，啊，佮因为迄阵1950年发生韩战，哦，中国跟北韩入侵南韩，和美国。看怕这个中国对外也那个扩张这个野心，所以就不爱去依照较早什么开罗宣言，要甲台湾搁交中华民国哈，所以连要互因签都拢不爱互因签哈。过来，咱来讲台湾关系法，自1979年4月70日订立，追溯到1979年1月7日生效，什么原因？因为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安尼等于当初的麦克阿瑟迄个命令就登记啊，第一号命令登记，所以也关于订立的台湾关系法，追溯到1月1日跟当初迄个密接吼，特别中午空窗期吼，啊继续用台湾关系法来保护住伫台湾顶管这的人，包括中国人，甲。咱本土台湾人，吼、哦，啊，这是美国国内话，伊当初
美国的参众院咧签订的是咧协商拟定，拢无含咱台湾人参详，因家己就订立，并且实施，要实施嘛，免甲咱讲的，直接实施。咱拢唔捌听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啊，就法国台湾关系法，哈。啊，伊美国是依照旧金山合约，他有权利甲义务来订的，哈。好，啊，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哈，啊，我就讲到这，哈，啊，明仔有机会。我阁继续讲，多谢，谢谢。